因为当时我是个农村姑娘，然后我们新疆就是到处都是沙漠，也没有大海，然后我像是要去看看那个大海，看看那个大海是什么样的，离开我们辽宁舰，也舍不得离开我们的战友，不过就是还是要回来我们家乡，然后为我们家乡的社会稳定发展就是做一份自己的贡献，因为我爷爷就是当年就是要积极谋利，去跟一个也就是位于前线的人民要过上好日子，然后我也是传承我们家族的精神，然后后来就是继续发扬和传承爷爷的精神。虽然我是一个女孩，可是我实现了我们整个家族的愿望，就是当兵的愿望。在我们这个爷的纪念馆，就是在我们家族的就是那个曾爷的爱党、爱国、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，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